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吃这个，哒哒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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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人家会觉得说，哎，你们怎么每天都吃同锅？没有，今天吃重庆酸辣，但它这个重庆酸辣粉啊，网络上面评价看起来还蛮好，但它、它没什么料哎、没什么配料哎、所以我们都靠自己。它配料完全就是我刚好拍，就是你笑了，该怎么讲？它就像一般泡面那种配料哦，就完全只有汤包。不是，因为我们已经被这个螺蛳粉养坏了，没错。对，因为螺蛳粉真的养坏，对，螺蛳粉就是真的是，但是螺蛳粉真的是算是料多的。嗯，不同的汤是。好啊。剩下料都是像肉啊、青菜、番茄都是我自己加的，它的料不多哎、但没关系，我们来尝尝看它的味道。来，但它也没有，它比螺蛳粉便宜一点点而已，我觉得。它一样，对啊，便宜一点点而已。那这样真的差很多，先来试试看。加点汤哦，螺蛳粉要吃它的汤。酸酸的。因为我们之前有吃过李子柒，李子柒料更多了。像肉啊，是我们自己加的。所以买这种的话，就是要准备自己要去多一些材料啦，不然会吃很空虚。现在这两天我们都在夜市卖三明治，也很谢谢就是各位朋友来捧场这样子。馄饨，我里面放馄饨，但这个重庆酸辣粉的味道啊，我觉得它没有麻辣，然后酸也没有太酸，然后料也不没有很多，然后价钱如果跟螺蛳粉差不多的话，就买螺蛳粉。对，它没有那种重口味。有一天半夜，我们之前介绍柳泉螺蛳粉，因为有点失望。半夜我不是有煮那个吗？有。哎，我觉得那是味道就比它好。是同一家，你知道吗？同个牌子。一个是碗装，一个是我说那个碗很有质感的那个。如果你有看到它碗装的话，可以买碗装，因为我记得碗装79，它这个119吧。它那个碗有点像，就是纸浆去做的，然后有点像再生碗的那一种，但是是厚的啊，就是很像人家那种，就是现在不是健康餐盒用的那种，那种颜色这样。还 OK 啦，就是家里料多的话，加一加，其实也是丰富啦。酸辣粉顾名思义就是应该要酸酸辣辣，很明显。但它这个没有太酸，也没有太辣。但是碗装的是这种，有点像冬粉这种，它不是像真正的那种酸辣粉、红薯这种，比较是有点像李凯吧，是有点像李凯吧。来，你不在跟我撒娇吗？我女儿的兔兔。
人的小枕头。接下来是你了吧？来，跟大家打招呼。我女儿有馄饨跟鸡蛋。对啊。我爸。那个蛋。我可以加，但是加进去。这有点像清，这是清冰箱料理吧？兔兔吗？你为什么脸上有亮粉？你自己擦的呢？姑姑想睡觉。哦，肚子想睡觉。哎呦，那大家带他去睡觉好不好？好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他睡里面，躺枕头，可以吗？姑姑在里面。好。在找睡觉，在这里。我们现在就是只要有空。爸爸姑姑问爷爷，就夜市有位置的话，爸爸姑姑问爷爷，就是到夜市去摆摊。那就不行。就大家可以多多来看我们。爸爸姑姑不问爷爷。在夜市没有看到的话，其实就可以到我们的就是店面那边。店面那边。还有哥哥。永和区大兴街21号想小说，然后看灯笼。那如果呢？想要就是现场吃，就是看我们煎就是吐司或是肉的话，然后看到就是老板的话呢，就是你可以搜寻《请你爸爸看好三明治》，就是我们如果有出来摆摊的话，在夜市摆摊，对。你头发很乱，你要不要来绑个头发？再起来的。好了，不要抢镜头了。妈妈就跟人家介绍说，叫人家来夜市，或者来店面找我们。嗯，对。那如果想吃三明治的朋友，加三味，欢迎大家来。对。嗯，反正这烫哦，不要碰到。我不要，奶油，我讲。好，没水了吗？还有吗？没有，奶奶要手臂夹。好，爸爸帮你装水好不好？奶奶要跟爸爸讲。好，好啦，反正就是今天就是跟他聊一聊，然后呢分享了这个口味的酸辣粉。妈妈买一起吧，不要跟爸爸一起买。好，就帮我女儿倒水了，好不好？奶奶就要倒水。好，那也跟大家说拜拜。我去倒水，好不好？跟大家说 good night， 好吧？来，上海说，跟大家说 good night， 赶快，先说 good night， 看不到，你后退一点，你太近了，你以为你很瘦啊？ good night， 真没诚意。